Hello，在家能听见吗？我看一下哈，有没有大家能够回复？Hello，我这边看到有十五位听众已经进到我们这边的 GoToWebinar 了。然后，如果大家能够听到的话，麻烦在这个提问的地方呢打一个一。OK，行，好，我看到大家都能打一了。然后声音啊，包括画面啊，都流畅对吧？这个屏幕上都能看得到对吗？OK，好，屏幕这边分享了，那相信大家应该能够看得到了吧。好的。那现在已经有20多位这个听众已经进入到我们这次的网课里面了。那我先简单的做一个自我介绍吧，我是 Coco。那相信很多我们这边的老朋友啊，对我也是非常熟悉了。我是从2018年开始加入 Go Market 到现在呢，已经有2年的时间了。在这里呢，也是非常感谢啊咱们 Go Market 的新老客户对我的支持。然后也是希望呢，在明年，也就是2021年啊，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包括个股和投资上面新鲜的一些资讯来给大家分享。上一次这个网课啊和直播里面差不多距离现在呢有将近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了。11月底的时候，当时是跟 Jackie 做了一场关于顾比先生的这个技术分析的一个回顾。那今天呢，算是跟大家比较时隔时间比较久，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做了一个网课了。那在开始之前呢，我们还是来做一个公司的一个介绍。那考虑到很多是我们的新朋友啊，那我们公司呢做一个简单的介绍。Go Markets 呢是成立于1998年的，目前总部啊是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在悉尼呢也有我们的直属分公司，是澳洲历史上这交易资格最悠久的5家经纪券商之一。那我们目前的产品呢，除开像是有澳洲的股票、美国的股票，还有我们以前一直有的外汇、全球股指、黄金、石油和数字货币等等。并且呢，我们提供5天24小时免费的中英文电话服务。为什么能够做到24小时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公司啊，不仅仅在墨尔本，我们现在呢在阿联酋的迪拜，包括在英国的伦敦，都是有我们直属的分公司。所以相当于是我们是一个全球的性的一个公司。我们的办公室包括交易这个交易台啊，也是24小时轮流来值班的。那大家呢，对于我们公司从资讯包括产品上面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欢迎呢可以登录啊我们澳洲的官网www.gomarkets.com.au。 那目前呢，我们墨尔本办公室啊是在600号的 Bourke Street Melbourne 就是市中心。但是呢，我们可能会在下个月快的话会在下个月呢会搬到新的一个办公室，因为我们现在人员啊已经非常的满了。大家呢应该有看到啊，在疫情期间，很多的公司有进行裁员勒这样子的一个操作。但是呢 ，Go Markets 在疫情期间啊没有裁员，反而一直在这个壮大。那因为我们现在600号这个位置呢，已经没有办法满足我们现在现有人员了。所以呢，在明年啊，2021年呢，也期待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到时候啊会搬到 Collins Street 的这个新的办公室。那
如果到时候搬之后啊，我们也会通过各个渠道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最新的办公室。那也欢迎大家呢，有时间啊，可以来我们公司来跟我们进行一个面对面的交流和探讨。那目前的悉尼办公室啊、是在680号 First Street George Street， 也是在市中心。但是啊，也是另外一个好消息，我们的悉尼办公室、也即将面临的这个升级，也要搬到一个更大、更好、更豪华的一个办公室。所以呢，不管是墨尔本还是悉尼啊，我们可以看到啊，经过这次疫情，尽管很多公司啊都面临这个不一样的裁员或者说削减的计划，但是我们 GoMarkets 包括墨尔本和悉尼的办公室都是在人员在进行不断的一个壮大和一个升级。所以呢，也是很期待在2021年能跟大家呢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见面的方式。那说完我们公司的一个情况呢，那还是来做一下风险提示。我今天啊所有的信息的一个内容呢，仅是一般性的建议，并不涉及到具体关于您自己的金融产品投资的一个建议。所以呢，如果大家啊对于我的这个推荐也好，包括分析也好，感兴趣的话呢，您需要考虑到自身的一个财务目标，或者说去咨询 financial planner 来了解一个具体的信息。那我们公司呢，目前的牌照号码是在这边，金融服务牌照号码是在这边。感兴趣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去这个澳洲的 ASIC 的证监会的官网来进行查询。下面一个呢，也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一个资金安全的一个问题了。那老客户肯定是非常了解了。那我们这边呢，OK， 我们这边有反映说屏幕太小看不到，这样子好做一个放大，这样子大家有一个更清楚、更直观的这个看得到里面的文字。那如果是新客户的话呢，对于我们资金安全隔离的一个情况，我也大概多做两句介绍。那目前呢，根据澳洲 ASIC 的一个要求来说，我们 GoMarkets 呢也是跟所有其他的金融公司一样，严格执行客户资金分离的制度。也就是说啊，我们公司自有的运营资本的资金跟客户的资金呢是完全分离开来的，并且呢这个账户是放在澳大利亚指定的国民银行的第三方的信托账户里面，而且进行每日的银行核算和审核的。所以在资金安全的方面呢，大家也可以放心，我们是严格按照啊 ASIC 证监会的一个监管要求来进行执行的。那说完了这个前面的介绍呢，我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一个内容啊。今天的内容呢，主要啊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我们回顾啊上个星期，也就是11月30号到12月4号，根据 CommonSec 总结的20个交易量最大的或者说最受这个交易者欢迎的20只股票的一个情况。第二个部分呢，我会公开啊我12个月乃至到明年的一个整体的股票清单的一个观察情况，也就是在我的收藏夹 watch list 里面的股票的一个情况，来给大家做一个直观的分享。那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每一次网课我们都有涵盖到的，也就是说大家提问环节，大家有任何问题啊，也可以直接通过小额通也好，或者说 GoToWebinar 也好，来给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我这边呢，工作人员看到之后啊，也会收集过来给我，那我这边呢，也会尽我所能来给大家做一个解答。那我们看到啊，这个屏幕上呢，我现在分享出来这个 Top 20 Traded Australia Shares。是在呢11月30号到12月4号，也就是刚刚好上周啊，这一整周澳大利亚最受欢迎或者说交易最多的20只股票，从第一只到第二只，从上往下来进行排列。那我们可以看到呢，第一只股票相信大家呢也是非常熟悉的，是 Buy Now and Pay Later 的一个公司。那这个公司呢，目前应该是仅次于 Apple Pay 的一个这样子先买后付的一个公司 Zip。那这个公司呢，尽管啊 Zip 在11月份，我们应该关注它的这个公司情况的投资者应该有看到，尽管呢11月份 Zip 啊是公布了稳健的这个财报数据的最新的一个数据，但是呢它的股价本周也就是上周呢仍然是跌了7.8%。
并且呢，在它这个最新公布的数据里面啊，它的支付平台的客户数量呢是同比增长104%，也就是说翻了一个倍，是达到了530万人次。而且啊，仅仅11月份新增顾客呢就达到了46.4万人。所以我们看到啊，在上一个周啊，Zip 的下跌过程中接近跌去了7%、8%左右。那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呢，大家尤其投资者、散户投资者对它的热情还是不减反增的。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呢，这个交易的这个整体情况是70%的交易者是买入了 Zip，而30%的交易者呢是抛售了 Zip。这个呢是 Zip 上周的一个情况。那第二只啊，可能很多我们的投资者就是不是特别熟悉这个ticker 呢是 CPH，这个公司呢，其实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做药物的公司，而且主要的产品啊是大麻为主。那在上周呢，我们可以看到它联合国啊决定将大麻重新归类为危险性比较小的药物之后呢，这个公司在上周的股价是飙升了185%，也就是说接近翻了一个倍。那 CPH 它公司自己说呢，他认为联合国的这个决定呢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决定，本质上呢也是承认了大麻潜在的药物价值。所以说啊，这个也是使这个公司呢在全球分销网络也是大大的受益，而且呢有可能会为这个公司呢开启一系列近期和中期的一个发展的这个路程。那目前呢这个公司呢是以注册和商业化医药级大麻和以大麻为基础的保健品公司。那我们可以看到，在上个星期呢，联合国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决定之后啊，这个公司呢目前的一个交易者的情况也是超过62%的一个交易者是选择了买入这家公司，而38%的交易者呢是选择了抛售这家公司。那第三只公司呢，大家也是都比较熟悉了，也就是奔富的母公司 TWE。那这个的话就不用我多说，在上两周啊，中国和澳洲之间的关于政治摩擦，也导致了像是以 TWE 为首的这样子的贸易公司呢，也是受累连连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在上周呢，尽管啊周三到周五呢，TWE 有小幅的反弹，但是呢，它仍然不足以完全收复在前三个交易日超过20%的下跌。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对于投资者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一定程度上是反映了市场的一个热情。对于投资者来说，在面对 TWE 这样子一个回调，或者说因为政治摩擦而导致的下跌的过程当中，有超过77%的投资者选择了买入这家股票，而23%的投资者呢选择了出售这只股票。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是市场关于对于 TWE 或者说对于以 TWE 为首的这样子的贸易公司的一个选择或者展望吧。那这个公司股价呢，在近期也是有大幅度的下跌。那为什么我们说会有这样大幅度的一个下跌呢？因为 TWE 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啊，从中国的一个利润是占了它总利润的将近30%左右。所以呢，按照它公司目前的一个股价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看到 TWE 的话，我记得是当时从刚刚发布这个信息的时候是差不多是在10块钱左右，跌到了呢，我们可以看到在10块钱出头的一个价格，因为中澳的之间的贸易政治摩擦的一个关系，跌到了差不多8块钱，跌掉了将近20%。所以呢，其实这个跌幅啊也是比较合理的，这两天呢是有所反弹，回到了9.2块。那根据刚刚说的，中国的贸易啊，中国的市场的利润呢是在去年占了 TWE 去年总利润的30%，所以是像是这样子的一个股价的回调的话，20%回调，我认为是比较合理的。所以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在上周77%的人选择了买入 TWE。那下一只股票，也就是最近反弹比较厉害的旅游或者说是这个航是旅游股 Fly Center。那 Fly Center 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目前澳交所交易量第四的一个股票。那其中买家呢占整体的交易量是达到了66%，那其中剩下34%啊是选择了出售这只股票。
那因为呢，比预期的这个当中啊，疫苗的试验要好得多，以及呢，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各个州之间的边境啊也是逐步开放。那 Flight Center 呢，已经连续五周股价有所改善，其中啊，在十一月份是股价上涨了超过50%这样子一个上涨。所以整体来说呢 ，Flight Center 的表现呢也是不俗的。那接下来呢，这些公司啊，我就不一一来给大家介绍了，因为之后啊，还要给大家来分享关于我十二月乃至于到明年的一个股票的一个观察清单。后面的这个大家如果感兴趣啊，也可以截图来给大家呢做一个参考，了解啊市场上其他的一个投资者对于各个股票的一个交易热情以及关注度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呢就进到下一页。第一个呢是下一个内容呢，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说过的关于我在十二月份乃至明年的一个股票观察清单的一个情况。第一个板块要跟大家来说的呢，就是涅槃之后的旅游板块。那这一块呢，我相信很多我们 Go Market 的客户都是陆陆续续来买这两只股票的，尤其是前面这两只 Flight Center 和 Webjet， 以这两只为首的旅游板块。那 Flight Center 和 Webjet 这两只公司呢，就是在我们刚开始做对比的时候啊，这两只公司也是比较明显的。那第一个公司呢，就是以线下为主的这样子的一个旅行社。那第二只公司呢，是以线上为主的一个线上订票平台，它主要的业务呢是分了 B2C 和 B2B 和一个在新西兰的vehicle rental， 应该是属于交通设备租赁的这样子的一个业务。那 Flight Center 呢，主要是分为 corporate 和 leisure 两个业务板块。CTM 呢，可能我们这边的客户啊不是很熟悉，但是如果有看过我在十月份，也就是在10月7号的那一场关于旅游板块各个公司用 Austin 破产模型概率来进行计算各个公司破产概率的那一期网课里面，如果有听的话，应该对这个公司啊也不是很陌生。那我在之后呢会来跟大家讲到。那现在呢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为什么会关注这几家公司。在十一月份的时候呢 ,Flight Center 和 Webjet 这两只公司啊都是重新开了一个 AGM， 就是说年度大会。那在这个大会上面说了什么呢，我们啊就在这边来跟大家做一个更新。那可以看到呢，在2020年的时候啊 ,Flight Center 呢它的 financial results， 也就是它整体的一个财务状况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去年同期相比啊，是下降了35.5%的一个财政收入情况。因为在2019年的时候是23 billion 嘛，在现在是只在今年的这个 financial year 是只有15.3 billion。那这个整体来说呢，是影响比较大的。但是呢，大家啊，其实对于公司的一个运营情况，或者说是未来到底会不会有资金链断裂这样子一个情况，最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它的流通性。这个的话呢，我相信啊，很多如果之前有在疫情刚刚爆发期间，对于 Virgin 这个股票要不要购买，或者说想有犹豫过想要买的这个投资者啊，应该是心里比较怵的。所以呢，我这边啊也是专门分享了关于 Flight Center 它目前的一个现金流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这个 cash and investment Flight Center 它的 total liquidity 啊是在1029 million， 也是说还是不错的。那它目前呢，就是在 Flight Center 裁员啊，包括支出各个行业的一个支出在进行削减的时候，它每个月是支出多少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目前啊每个月是支出。Current net operating cash flow 是在40 million 左右，也就是说啊，按照目前1029 million 和现在的 outflow 在40 million 左右呢，大概率啊 ，Flight Center 在通过今年3、4月份和4、5月份的两次融资之后呢，是能够撑到2022年的。那在2022年能不能，我们就是说 ，Flight Center 能够实现盈利，或者说、啊、按照目前澳洲旅游局或者说澳洲的一个对于未来旅游情况的一个预测 ，Flight Center 能不能实现这个盈利，或者说开始实现 break even 这个点呢？我们可以看到，
尽管啊，在最新的这个我们说的 Fly Center 的这个 AGM 里面呢，这个年度大会里面，它没有提供 guidance， 也就是说盈利预期，但是呢，公司还是提供了一个 outlook， 也就是说一个展望。所以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公司在这个 AGM 的里面的展望提到了哪些内容。第一呢，我们可以看到比较明显的一个句子啊，就是 limited visibility。我这边重新弄一个这个 laser pointer。第一个呢，就是 limited visibility around government objective and the time frame for border restriction to be lifted。也就是说啊，现在尽管啊，这个澳洲包括其他的一些政治，其他的一些财政局吧，对于未来这个 border， 也就是说边界到底什么时候会解封，有这样和那样的判断，但是呢 ，Fly Center 呢对于这个方面还是比较谨慎的。他用了一个词是 limited visibility， 也就是说，不太能够预料得到吧。第二个呢是仍然啊会有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也就是 uncertainty， 也就是说对于起码对于国际间的一个旅游呢 ，Fly Center 目前是没有太多的一个期望的。那目前呢主要的一个精力啊，公司的一个精力发展呢就是在 local travel 这边。那这边呢也是提供了一个数据，我觉得这个数据还是比较重要的，也就是说 Fly Center 它按照目前的一个total travel volume 的话，是已经恢复到了在疫情之前接近 25% 到 35% 的一个浏览情况。那这个呢我认为还是比较乐观的一个情况。那第二个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对于 Fly Center 它未来的一个计划呢，它是认为啊，它的 corporate business， 也就是说商用的商业的业务呢，他们认为啊是会在 late FY21， 也就是说在明年的年底，他会认为公司认为会开始逐渐实现盈利，因为大家知道现在都是亏损嘛，没有任何的这个国际间的一个业务。那另外呢，关于这个我刚刚提到的Fly Center 另外一块业务板块呢 ，Leisure 这个板块，公司预计呢是在 early FY2020， 也就是说后年的年初会逐渐开始盈利。那刚刚呢跟大家提到一个数据啊，我不知道有没有记得，就是Fly Center 目前的一个现金的一个情况呢，是能够按照目前的一个 cash outflow， 也就是支出来说是能够撑到2022年的，也就是2年的时间。所以呢，基本上按照目前的一个情况来说，没有一些突发的一个事件，那按照公司，也就是公司包括疫情控制的在澳洲啊控制的越来越好的情况来说，那在今年的3、4月份、4、5月份的这几次融资里面，获得的资金应该是能够使 Fly Center 撑到2022年的。那这个呢是Fly Center 在 AGM 这次 AGM 里面透露出来的信息，我觉得是比较值得来跟大家进行分享的。那另外一个跟 Fly Center 对标的一个公司了，就是 Webjet。这个的话，我们的这个客户啊，也是会比较明显的啊，比较了解的。那我这边起的名字呢，也是叫涅槃之后的 WEB。那 Webjet 呢，它现在主要的一个业务呢，像是刚刚跟大家提到的，一个是 B2B， 就是我这边打出来这个。Webback 这个呢是对于 B2B 的一个业务，那另外的一个 B2C 呢是叫 Webjet， 那还有第三个呢相对来说占它整体业务规模比较小的，就是在新西兰的一个 Vehicle Rental， 就是交通产品的一个租赁吧。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Webjet 在它最新的一个 AGM 呢，也就是年度大会的时候提到了，它对于 Webback 呢，也就是说啊，它的这个 B2B 的业务呢，不是那么乐观的一个情况的一个预判。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啊提出了一个公司呢目前的 TTV stands for 这个 Total Travel Volume， 就是说整体的一个怎么说呢？Total Travel Volume 是应该是一个交易的一个情况吧？那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在是只占了过去的一个12%的一个情况，在疫情期间只占了疫情之前12%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它的 break even 啊是需要达到45%，也就是说需要达到
19年的 total travel volume 45%才会实现收支平衡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呢 ，Webjet 公司啊，对于它自己的一个 B2B， 也就是对商业板块的这个判断呢，是并没有那么乐观的。他认为呢，还是这一块还是需要很长的一段路来走，至少要恢复到这个去年同期相比的45%的 TV 才能够实现收支平衡。那另一个板块呢，刚刚跟大家提到的就是，我这边我看一下啊，这个图片可能没有出来，对，这个图片没有出来，果然。那另一个呢，跟大家提到的就是这一块业务是什么呢？就是刚刚说到的新西兰的这个rental 的 vehicle rental 的这一块业务。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新西兰的这一块 rental 的业务呢，已经恢复到了19年疫情期间疫情之前的 TTV 的booking 的21%。那公司认为呢，是至少要到达去年的37%才能实现收支平衡。所以整体来说，这一块内容呢，应该是Webjet 还是比较乐观的，至少现在还有差不多10%几的一个距离。而且新西兰整体来说，疫情爆发之后，在全球爆发之后啊，它其实整体来说疫情控制的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远比澳洲要控制的好，尤其是相对于墨尔本来说。那另外一个呢，来跟大家说一下，可能我这边没有做一个动图啊，所以说这边要切出来。啊，对，这个 Webbed 刚刚跟大家说过了。OK， 我们来先说一下这块内容。这块内容呢，就是大家应该也是比较关注的，关于Webjet 它现在的一个收支的情况，也就是说它的支出的情况。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它最新的一个 AGM 里面呢，公司啊也是提出来，目前它的支出呢是削减了将近50%，主要呢是削减于关于雇员相关的一个费用，以及呢 operating expenses and other costs。所以说呢，也是让大家看到这个 Webjet 也是在有所行动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 Webjet 呢也是在尽量提高它公司自己的一个流动性。那我们可以看到，在4月份的时候呢 ，Webjet 是有进行价值346 million 的一个融资，而且呢也是提供了这个 notes 的债券，在7月份的时候，当时是价值163 million。并且呢，公司啊也是将它目前的债务呢延长到了2022年11月份。所以呢，这两个时间呢，2022年的十一月份也是比较关键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公司目前的一个财务的情况，因为刚刚跟大家提到 Fly Center 的话，它目前也是可以按照目前的一个收自有的一个资金和支出的情况，是差不多可以撑到2022年。那另外的一个这个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可能liquidity， 这个就是我要说的一个内容。对，那我们可以看到啊，目前呢Webjet 一个月要耗费多少钱呢？差不多是600万，我们可以看到。包括 working capital 是600万，那如果不包括 working capital 的话，是在900万。那按照目前的这个情况呢，其实 Webjet 它的资金啊，自有的资金也是差不多能撑到2022年。也就是说 ，Webjet 和 Fly Center 这两个难兄难弟目前的自有资金都是差不多能够使他们撑到那个时候。那未来到底怎么样，就要看之后的一个疫情的一个发展。那同样的，其实在我刚刚开始的时候，也有跟大家提到，我在10月7号的时候呢，跟
根据我做的这个 Elson 的破产模型啊，当时也是做了一下关于 WebJet 的这个破产概率。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 YouTube 的视频，是在10月7号发布的，那我讲的时候应该是在10月6号。那这边呢有一个专门的一个 Elson 的 model test， 它的根据它的历史一个情况啊，它是准确率还是蛮高的，因为至少啊，如果用Virgin， 也就是说维珍航空，它在前几期的一个财务状况公布的一个情况来看呢，用 Elson 模型算出来，在破产之前，它的破产概率呢就高达98%甚至99%。那当时呢，我在10月7号、啊、同样用这个模型测算出来的 WebJet 的破产概率呢是差不多在64%。我个人觉得对于当时的航空公司来说，还旅游航空业的一个公司来说，还算是可以接受的啊。那另外一个公司呢，也是我在那一天的一个视频当中啊有跟大家来进行分享的，那很多客户其实可能对他不是特别了解，他的全名呢叫做Corporate Travel Management， 它的 TIC 呢是 CTD， 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 ASX CTD。 那具体的呢我这边就不多做介绍了，因为当时呢都是有跟大家来大概也讲过这个公司。那这个公司呢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呢我的这个补了一个链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去看一下。10月7号当天呢，我当时在47分钟的时候大概是讲了一下CTD 这家公司。那当时的时候呢，我同样是以 Elson 的这个破产概率的模型啊测算了一下这个公司，这个公司呢就远比刚刚我们提到的 WebJet 它的破产概率要小得多。大家记得吗？前面是多少？前面那个破产概率是 64%， 对吧？那这个的话是多少？ 25%。 18年的时候是 25%， 2020年的时候上半年反而还降到 23%， 大家有发现吗？所以说我当时也是说啊，这个公司其实大家也可以把它当做呢疫情恢复，或者说期待疫情恢复之后其中一个航空或者旅游板块的这样子一个公司，把它加到你们的 watch list 里面。大家可以回去看一下我在47分钟的时候说了这句话，大家呢可以把它加到你们的 watch list 里面。那当时在10月7号的时候呢，价格是在17块多，那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价格是多少。它在上个月的时候啊，十一月下旬的时候，最高呢是冲到了21块钱，也就是说几乎啊，几乎已经恢复到了疫情下跌之前的它22块钱的一个高位。所以我们当时呢在十月份的时候也就讲到这个公司，大家呢也可以去说除开了 WebJet、Flight Center， 大家也可以去关注 CTD 这样子的一个公司，因为它的财务状况表现的明显要比 Flight Center 和 WebJet 要来好得多。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呢，上两周啊是最高是涨到了21块多，那这两天有所回落，回到了19块钱。那这个公司呢，我相信我说完之后，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自然会加到你们的watch list 的清单里面，对吧？那另外一个公司呢，要跟大家做分享呢，可能很多跟我经常交流或者说了解我的这个客户朋友们的话，应该也都不陌生了。这个公司呢也是最近应该是表现比较好的。我这边呢是专门给大家是搜索了一篇去年，大家有看到吗？2019年6月1号我们公众号发布的，如果我写的话应该在五月份写的，去年的时候五月份写的，6月1号呢我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来发布的一个股评，名字呢叫做澳洲稀土矿龙头老大 Linus 乘风而上，贸易战阴影下连创新高，股价翻倍，后续如何？那呢，我也是把我当时的一部分的内容啊截出来，大家分享一下。前因呢，是因为啊 ，Linus 的投资者可能做梦也想不到，这个上个星期啊，在中国江西这个习大大呢，在中国江，因为当时是这个微信朋友圈啊，这个习大大、习主席这些都是属于敏感词，所以我们呢，为了规避这个，就把这几个词删掉了，可能大家读起来要不太通顺啊。就是中国江西稀土企业参考的一则新闻，让它的股价呢站上历史高位。那我这边呢巴拉巴拉巴拉说了一堆，就是从当时一月份以来，然后到三月份，然后公司遇到的关于马来西亚环境问题的一些困难啊，然后一些情况啊，中美贸易战又重新让它回到了这个
投资者的视野里面啊，然后又继续说关于呢，因为当时 Linus 面对最主要的一个情况呢，就是他在马来西亚关丹地区的厂区啊，是受到了当地居民的一个强烈的一个反对，所以呢，很多人啊，这个认为呢，马来西亚是不会再给 Linus 进行续约他在当地的一个牌照 license。那我们当时呢也在这边是做了给大家做了一个小插件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公司呢是从1月6号的时候就开始啊，在1.6块的时候就开始给我们的内部客户来进行推荐，那股价在1.8块的时候啊，在是都公开推荐，那当时呢如果有看到这篇股评的客户啊，应该也可以点进这个链接里面来进行观看。那我在这个股评的之后呢，做出了一个什么样的判断？哎，我们不能光做标题党，对不对？那我不是说了，我说我会以个人的分析来讲一下后续如何嘛。虽然啊，就是股市的分析里面有时候会怕错，有时候会错，有时候会有一些意外的情况，但是啊，我们就还是要说，还是要表达我的观点和我对于这个未来公司这个股价的判断。那我当时在6月1，在去年的时候看一下，我是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判断呢？那不怕打脸，不怕错，对吧？打脸就来打嘛。那这个如果对了的话，大家如果赚钱的话也欢迎啊，那个哪天时间呢可以来我们公司来请我喝个咖啡，那这样子也是非常开心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呢我的推荐是啊，早在3月份给客户推荐的时候，我们就预测过 Linus 即使有来自马来西亚的环境担忧和政治风险的因素存在，但是呢估值啊仍然能够达到3块钱以上，这也是为什么 Linus 硬气拒绝 West Farmers，就是澳洲的另外一个比较牛气的这个 retail 零售公司，他这个公司的现金收购的邀约的原因。而若 Linus 如果真的能跟马来西亚政府就这两个风险问题有效沟通的话，相信趁着中美垃圾战的东风， Linus 能够站到5块钱以上，但是近期注意回调。所以呢，可以大家看到，在去年的5月份的时候，我就做过关于 Linus 它的股价的一个预测。那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 Linux 的股价到了多少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天啊又是开始上涨，涨到了4.2块，那距离我当时的目标价5块钱已经不远了。为什么能够站上4.2块呢？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啊，就是我当时说的 Linux 的这个牌照呢是得到了有效的解决。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 LYC 这个公司啊也算是非常争气吧，也真的是给足了我面子啊，就怕我被打脸，对吧？在今年的3月份触底，差不多到了1块钱左右呢，股价真的是一路飙升，尤其是到了10月份以来，几乎没有任何回踩的余地，一路开始往上涨。那我们可以通过股比的均线也可以看出啊，股比模板也可以看出，目前的均线组，不管是均线组还是维加斯通道，都走出了非常漂亮的一个上涨趋势。那我们可以看到资本市场啊确实可以翻倍的，不仅能够翻倍一年，还能够让你翻4倍。那相信这个当时如果差不多在1块钱入场的这个投资者们，估计连做梦都能笑醒。如果我是你的话，我真的是我连做梦都能笑醒，因为我现在有些时候想想 LYC 我都能很开心。因为我要直观的说，因为我做任何的股票推荐，我都会跟客户说我有没有持有这只股票。那我很直接的说，我持有这只股票 LYC， 而且现在是赚钱了的。那即使啊，对于很多客户来说，可能在去年可能买在高位2.5块、2.6块的一个价格，那现在应该也是开心到不行，因为它创历史新高了嘛，对吧？你在2.5块、2.6块买入的价格，即使到今天，你也赚了60%、70%，60%、70%吃什么不香？尤其是最近的龙虾和樱桃自由，对吧？芝麻麻香。那。我们可以看到，我刚刚也说了 Linus LYC 我是一直持有，这是我的其中一个股票账户啊。情况 LYC 呢，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我的盈利状况是90%，那对于这个盈利状况呢，其实我也是非常非常满意的啊。对于我自己来说，因为前段去年刚刚也跟大家说嘛，我之前有买在2.5块、2.6块的一个甚至更高的一个价格，但是下跌的过程中呢，我也是一直有在补，那证明了我对于自己表里如一吧，我写股评认为它能够回到5块钱，那我势必对于这个公司的看法肯定也是以实际行动来表现，对吧？那即使跌我也要一直买。所以呢，这个是我
应该算是今年从去年写股评到今年交出的一个成绩单吧，也是相信给我们客户投资者最好的一个回馈。那另外一个公司呢，也是在我在十二月份进入观察清单里面的一个公司，叫做 Kogan。 那我这边署名啊叫做不讲武德的 Kogan。 为什么说它不讲武德呢？这个公司呢，如果大家有做股票的话应该也是不陌生啊，这个可能有一些我们相对于来说对于澳洲的电子商务不是特别了解的客户的话，我就再多讲一句，这个呢就类似于咱们国内的一个拼多多的一个电子商务的网站吧，它上面所有的产品呢，并不说多高端，基本上啊都是怎么说呢，基本上都是贴牌的，这个不能说是三无吧，就是贴牌的一些小配件的一个网站。那当然呢它也有去卖一些像是苹果啊或者说谷歌啊安卓啊各个其他电子产品，但是呢这一部分占它总公司的一个收入营收的比例的话就非常少，基本上公司赚钱的话还是按照它自有品牌贴牌的这个产品来售卖的。那为什么说它不讲武德呢？它前两天啊这个公司呢下跌的也比较厉害，我这边没有截它的这个公司的股价的一个图，我们可以看一下公司在上周经历了一个什么，上两周啊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这个公司呢我们可以看到在疫情期间呢，从三月份以来也是走出了非常漂亮的一个直线上涨的一个趋势，那到十月份的时候最高的价格呢是接近了25块钱，之后呢在经历了几波下调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从24块钱价格呢一路下跌，跌到了上两周最低的15块钱左右，我记得应该是15块钱，对，15块钱左右。那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基本上应该算是这个公司的两个创始人 CEO 和 CFO 啊，要求是有一个该怎么说呢，就是董事会来决定啊，给 CEO 和 CFO 来发了将近价值1亿澳币的一个股权。那这个信息呢，其实我在上一次跟 Jackie 那一个关于固比技术分析方法的直播里面有跟大家讲过。我认为呢，公司在接下来，我当时有说这样一句话，我不知道有心的朋友应该有听到，可能很多其他的投资可能很多其他的听众可能就听过就过了。我当时是说啊，那尽管呢 Kogan 啊，我认为在当时呢关于这一波阴跌的一个下跌过程中啊，因为股权的纷争呢，我认为啊公司的董事会内部呢是出现了这样或者那样的矛盾，但是呢我认为 Kogan 呢当时是在憋大招的。那憋大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自己去想这个憋大招是什么，其实我当时对于 Kogan 初步的内心判断，我是认为他会有一个收购或者是被收购这样子的案例，我当时心里更偏向于 Kogan 其实是被收购，也就是说可能会被 Amazon 或者是 eBay 来收购。但是我没想到这两个不讲武德的年轻人 CEO CFO 啊，在拿到了这个，也就是说被允诺了这个将近价值1亿的股权之后啊，立马开始干活了，拿钱就干活，这个其实也不能说别人不讲武德吧，对吧？就拿钱干活，这个是天经地义的事。那第二天呢，公司呢就发布了这样子，类似于这样子的一个利好，但是呢，没有机制，没有完全的符合我当时的一个猜测，因为当时我认为 Kogan 可能会被收购，结果呢 ，Kogan 财大气粗，他去收购了别人了。那我们可以看到呢，Kogan 是收购了新西兰的一家叫做 Mighty Ape 的一个线上的一个售卖游戏啊和这种电子产品的一个网站。那当时呢，我当时大概看了一下，在看完这个收购新闻之后，我大概注意到了几个数字啊。我们可以看到 Kogan 呢当时的收购价是以$122.4 million 来收购这个公司的。那并且呢公司啊收购这个公司并没有进行任何的融资，而是它的这个方式什么 funding 的方式什么呢？ funded from company's cash reserve， 也就是说啊公司是直接啊是以进行通过四次的一个交易来直接以用公司的现金来购买了这一家 Mighty Ape。 那给我的第一感受啊真的是 Kogan 是不是财大气
常会看到上市公司来收购可能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个操作，比如说以股权的一个形式啊，或者说股份置换的一个形式啊，或者说尽量会避免直接这样子大笔现金的来收购，因为现金来收购的话，对于公司其实尤其来说，如果在未来有一定的这个liquidity， 也就是说流通性的一个困难的公司来说，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那我当时想，那公司是有多少的钱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份呢是公司2020年6月份公布的一个财报的一个情况。当时呢，Cogan 公布啊，他在这个手里面的 cash 和 cash equivalents 是在146个 million 左右。那我们记得刚刚说的嘛，这一个交易啊，就花了122个 million。其实我对于这个交易的话，这个公司买来值不值，我没有做太多的判断，但起码公司在他的这个公告里面说，这样子的话有利于公司 Cogan 来做他的在 New Zealand 的一个 operations。至少我认为Cogan 他对于这个举动想要进入新西兰来进行运营的一个举动，我觉得是可以称赞的。但是呢，以全部现金的一个方式的话，我认为是不是过于草率了。而且呢，毕竟在未来包括明年是具体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还不是特别了解，那是不是手里有现金会更好一些吗？更好一些呢，当然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内心的一个想法。我觉得如果我是 CEO 或者 CFO 的话，我是不会进行全部现金的一个交易了。那当然很多人说，那 Coco 是你太浅显了，你如果直接以现金交易的话，你价格能压得最低呀，对不对？那我心想，哎，这么一想好像也确实是这么一个道理啊。你如果不是我啪啪一把现金摔在你的脸上的话，对吧，我不可能答应你122个 million 就这么便宜的交易，那可能这个价格会更高。那我觉得，哎，好像是有这么一个道理。那我这边呢就不再多说关于这项交易了。那当天呢，这个公布了这个利好之后啊，股价也是开始一路上涨。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呢股价是在当天啊是这个上涨的比较多，也就是说扭转了它一路下跌的一个阴跌的一个趋势。那今天呢 ，Cogan 啊，今天早上刚刚我看我们这边有一个客户朋友也是留言说 Cogan 被罚钱了，没错 ，Cogan 今天又被罚钱了。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天最新的一个消息呢，我们可以看到Cogan 呢在今天啊发布了一个公告，是说啊在2018年的前年的时候啊，因为呢这个骚操作，一波骚操作来进行这个 promotion， 就是这个叫做 sale， 就是减价的这个促销活动，结果呢被这个 ACCC 啊盯上了。那现在呢要求啊 ACCC 要求今天判决下来，要求呢他赔偿0.35个 million。 那当然 Cogan 也说了，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回应也是非常的大气啊。他说什么，公司啊你开0.35个 million 算啥，我们公司在2020年的时候当时预留出来已经给了0.7个 million， 你才罚我0.3个 million， 这些小事情打打雨，这个一滴滴水而已啊，无所谓。所以我们看到呢，今天 Cogan 啊，在今天刚开盘的时候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上涨，但是呢，最后收盘啊是收跌了。我们可以看到，今天上刚开盘的时候，这边可能看不太清哦。今天在它刚开盘的时候反而是跳涨，但是呢，收盘是收在了17.63块。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啊，如果是 Cogan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话，我认为啊，可能在18块钱是比较强的一个压力位的。我们看到在2020年，也就是说在今年的8月份左右，在这边呢是有个跳空高开的，所以在至少在这个价位左右可能会是有一个压力。但是呢，如果啊按照目前的一个长趋势来说，如果 Cogan 因为那天发布了收购新西兰的一个利好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它阴跌的状态已经结束了。那固比均线呢也是呈现出开始短期均线组从下往上穿越长期均线组的这么一个趋势吧，并且呢也是重新站上了维加斯通道之上。
所以呢，按照这个情况呢，我个人觉得，Kogan 的话，未来呢还是会有一定的期待的前景啊。当然，我要先说啊，我是持有 Kogan 的公司的啊，我有持有它的股票，并且呢，它在下跌的过程中我都有，但是15块钱的时候我没有补，因为呢，当时不确定啊，这个事件发酵会到什么时候。那结果呢，没过多久啊，这个收购的这个消息就发布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最近呢，也是从15块钱到17块钱，有接近10%几、20%左右的一个反弹。我个人认为还是非常不错的啊。那这个呢，是关于 Kogan 的一个情况，这个呢也是会在未来在我的一个清单里面，因为 Kogan 在今年年内最高的时候，忘了说，Kogan 在今年年内最高的时候是到了25块钱，那至少现在17块来说，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怎么说呢，空间的。所以呢，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会继续进行关注。那这个呢，也会是在我的一个12月观察清单里面的。因为今年的话，尽管啊线下像 Maya、David Jones 打折力度也比较厉害，那 Kogan 的话，在经过今年的 Cyber Monday，然后包括 Black Friday，然后包括可能 Christmas 啊这种 Boxing Day 的话，我觉得它还是能交出不错的一个成绩单的。所以呢，这个会是在我12月的一个观察清单里面。那另外的一个公司啊，要跟大家来进行分享的，可能很多，应该算是全网第一支讲这个公司的分析师吧。这个应该是对，应该是全网第一个讲这家公司的一个分析师。那这边呢，我大概备注了一下冉冉升起的金矿 RMS，但是我后面有个小框框，也就是说21年，也就是说它这个呢是不仅仅局限于在12月份放在我的观察清单里面，很有可能会在明年一整年我都会去整体去观察的这样子的一个公司。那因为今年大家也都知道，黄金的整体的价格呢上涨的也是比较厉害。我们大概来看一下现在的一个黄金的走势吧。因为你讲到黄金，就金矿，就不免的一定会讲到黄金。那我这边呢就具体的给大家画这个标注了几个阻力位吧。那今天呢，黄金的价格基本上是在1860左右的一个价格来进行徘徊。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黄金的价格呢，在1870左右还是一个有比较强的一个压力位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边。那如果现在啊1870的价格突破不了的话，有可能会回落到1850，甚至会回到1830的一个价格。但是呢，如果在1860能够突破的话，那未来它的一个区间呢是在1880和1897左右的一个价格。那这个呢，我也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因为大家说到那个金矿股不由得肯定会要讲一下黄金目前的一个走势。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公司 RMS 呢？我个人来说，我相信在我在 bull market 这2年，应该也有给大家推荐过不少矿类的公司，像是刚刚说的 LIC，然后包括之前也有跟大家推荐过一家铝矿，就专门去薅铝矿公司的这个分红的羊毛那家公司叫 AWC，那也有跟大家说过 SDM、NFT 这些股票等等等等。然后其中也包括了 NCM 这个澳洲金矿的公司的老大，对啊，对吧？这个高富帅。那为什么今天会讲一下 RMS 这个公司呢？因为我在跟大家交流的过程中，包括其实我自己在做交流的过程中，我发现大家都会有一个普遍的一个感觉，就是说，但是 NCM，对，虽然对我知道它是一个好公司，对吧？澳洲最大的一个金矿公司，所以说算是金矿公司里面的白富美，但是我们 Allen 经常说的这个，不是高富帅，说错了，高富帅，对吧？但是呢，价格毕竟在哪，20多30块钱一股，像是一般投资者，咱小股民也不一定说啊，我要把那么多资金全部都投在那个 NCM 里面。那考虑到下一只股票 NST 呢，因为我原来也讲过 NST 嘛，NST 收购了这个跟 SAR 另外一只澳洲的金矿公司合并了，那现在人家相当于是金矿小开迎娶了另外一个白富美，实现了人生赢家，那这个股价呢现在也是在十几块钱，相对呢也是比较高的。
那最近呢跌幅也比较厉害。那 SBM 呢就不要说了，这个股票呢在今年的一段时间呢一度是冲破了4块钱，我们可以看一下。对，在 SBM 呢我们可以看到一度啊是冲破了4块钱，它一段时间一直跌，但现在当时呢一度冲破了4块钱，也就是说回到了2019年的时候的最高位。但是最近啊价格一路也是阴跌，回到了2.6块左右的一个价格。那我推荐这个 RMS 呢一个公司呢，一方面啊也是希望给大家呢有一个另外的一个选择，就是 alternative choice， 就是我不光光我的金矿可能只能够局限于 NCM、NFT 和 SBM， 那我也可以着眼于另外一只小公司。那我为什么我把这个标题叫做"冉冉升起的金矿"呢？因为 RMS 啊，在今年差不多我记得9月份还是10月份的那一次 ASX 200综合大盘指数的调整过程当中，是踢走了另外一只。表现不佳，我记得名字应该是 我记得应该是 New Hope 那个煤矿公司，踢走了他那一家呢，取代了 New Hope 成为了 ASX 200大盘综合指数的其中一只公司。那这个意义呢，就相当于它从原来一只小的一个公司，成功晋升成了大盘的综合指数的一只公司。也就是说啊，大家也都知道，澳洲呢，它整体的一个股票市场参与不光光是散户，散户的话不会像中国有占那么大比例，它大部分的一个资金占有呢，它大部分的一个市场参与呢，还是像是资金啊，或者说养老金这样子的一个机构参与者。那一旦呢被纳入到 ASX 200里面之后呢，也就是意味着像是这些机构参与者会有更多的资金和更多的一个关注度在这个公司上面。所以呢，这个也是我对于 RMS 它这个标题叫做"冉冉升起的金矿"的一个原因。另外呢，它的股价现在远比 NCM、NFT 要便宜得多。所以呢，你呀，如果现在想要布局黄金或者说是金矿的话，那不妨呢也可以把 RMS 加到你的这个关注清单里面。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嘛，它已经进到了ASX 200的股票里面，那200的股票相对来说它的股价是比较稳定的。另外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个公司目前啊已经实现了盈利，因为矿业公司我们知道是一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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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钱的一个公司和行业，只要你没有挖出黄金或者说挖出矿来，你这个公司就是每天每天每天不停的在烧钱。然后对于公司来说，你挖不出东西吧，你就得要不停的融资来稀释你的股份。那对于小散户来说，真的就是叫苦连天，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尤其是对于这种，就是管理层又不太那什么来说，天天就知道融资，然后烧钱，融资烧钱这样子一个公司来说，那 RMS 呢，现在是已经开始实现盈利了。那我们可以看到呢，我这边啊也是给大家呢做了一个这样，截取了他公司目前的一个图啊，是比较明显的一个图，我们可以看一下。那公司呢，目前啊，它的这个 ASK，也就是说，大家可以理解成是它的每盎司的开采成本吧，是从2015年就开始呢，就是非常稳定的，差不多是在1200不到每盎司的一个开采成本的一个价格。那这个数据的话，我印象是非常深的，因为像是 NFT 和 NCM 的话，它目前的 ASK，它的一个开采成本基本上是在1200到1300，甚至有个别矿区会达到1300到1400的一个开采成本。因为对于金矿公司来说，它的开采成本就尤为的重要。那目前的 RMS 啊，它这个公司呢，这么多年5年来，它的开采成本是持续的稳定在不到1200块钱每盎司一个价格，那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价格。那并且呢，今年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 margin 呢，也就是说中间的这个盈利的一个价格也是逐年在增高。从今年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整体的一个价格，金矿的就是开采出来的这个黄金售价呢，已经超过了2000块钱。
也就是说中间的这个利润部分啊，今年对于 Armax 来说是非常多的。那另外的一个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呢，是公司啊目前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几个矿区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在2012年，从2012年、2014年、2017年、2019年、2019年和2020年几大金矿的一个怎么说呢 ？cash flow 的情况。那黄色的部分呢，是代表啊，应该先说蓝色的部分。蓝色的部分呢，是代表呢公司为了获得这个矿区它支出的一个 cash flow。黄色的部分呢，是代表啊公司从这个矿区获得的一个 cash generated， 也就是获得的一个收入的一个情况。红色的点呢，是代表啊 net cash flow， 也就是说公司在这个矿区上面所获得的一个净收入。那我们可以看到呢，在2012年和2014年啊这两个小矿区呢，是给公司啊带来了一个不错的收入，因为相对的一个支出是比较少了，但是投入的一和收入的成本比率来说是比较高的。那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2014年、2017年和2019年的这三个矿区呢，目前是在 operating， 也就是说在开发的在开采的一个情况当中。那2014年的这个 Vivian 的这个矿区目前已经实现了正向盈利，并且呢它的盈利和支出比啊也是非常高的。我们可以看到这黄色是有这么多，这个蓝色呢才这么一点点，对吧？那另外一个这个2017年的这个矿区呢，相对来说它的投入和收入比呢虽然没有前面那个高，但是总体来说还不错。我们可以看到至少是一个正向盈利的一个情况。那在2019年的这个矿区呢，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在 operation 的这个情况当中，但是呢还没有开始正向盈利。那接下来另外那两个公司呢，另外那两个矿区啊，在2019年和2020年获得的 Tampia 和 Pani 这两个矿区呢，目前还是在开发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还没有完全开始开采。那也就是说啊，在后续公司的更多的一个收入的来源呢，比如说发动机啊，就是印钞发动机呢，是主要来自于 Tampia 和 Pani 的这两家公司。那这两家公司什么时候公司预计会开始我们说开始挖黄金呢？我们可以看到公司也是给了一个guidance， 也是给了一个指引。首先呢，这个 Tampia 会在2021年，也是明年的中期会开始挖矿。那另外一个公司呢，是在2021年的年底左右来进行挖矿。那这样的话，我们投资者是不是大概心里有一个数？那我们看到刚刚提到的这个 Penny， 也就是说明年年应该是明年年底，对，明年年底开始挖矿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呢？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呢，我就大概做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个介绍。这个呢是该矿区 Penny 这个矿区的一个横截面的一个勘探的一个情况。那其中呢，颜色越深的地方证明呢它这一块的含金量越高，那绿色啊浅色这一块部分呢，证明啊这一块的含金量越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啊、这个黄金的金矿它含金量比较高的地方呢，是这个处在这整一个矿洞的偏这个地方的一个位置。那并且呢公司啊也是预计啊在这个整体的 AISC， 就是 AISC， 它的这个开采成本呢会下降到633块钱每盎司。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记得刚刚在前面一开始我跟大家提到的一个数据嘛，这个公司IMS 它的黄金每一盎司的黄金目前售价是在2000块钱左右，而它公司集团整体所有矿区平均的开采成本是在不到1200，大概1100多的一个价格。但是呢这个 Penny 啊公司认为它的这个开采成本有可能会降到633块钱每盎司，也就是说它这个利润率是非常高的。那这边啊就不得不说到为什么利润率会这么高。那有可能我这边也给大家做一个打一个这个强心剂啊，那可能过两年我们再来看这个 Penny 这个矿区的话，它的这个开采成本有可能会上升。为什么？因为这个潘宇目前啊，因为他还没有开始开采，那未来他到明年开始开采之后呢，他首先需要采取就是露天矿的开采。那露天矿的开采的情况呢，虽然他挖出来的黄金金品位不会像是地底下那么高，因为基本上可能就是金沙的黄金的这个沙子，
但是露天矿的开采，第一，开采的成本很低，第二呢，它相对的提炼的成本也会比较低，所以呢，综合情况啊，也会导致潘尼公司在明年开采的时候，潘尼的这个矿区啊，在明年开采的时候呢，它的这个整体的开采成本会比较低的一个原因。那公司呢，在今年的时候也是这一份报告里面也是讲了一下其他矿区的一个情况。那在这边的时间有限，我也不再这个一一做介绍了，因为我自己的话我也有说嘛，我自己是有持有这家公司的一个股票的。那这个呢是公司提供的，在这个整体的从19年以来到今年以来呢，公司整体的一个股价表现的一个走势，对比于同行业的黄金金矿。那这边呢，大家应该有看到我们耳熟能详的，像是 SAR， 就是跟 NST 后来合并了的这家公司，那包括 NST 和 SBM 和 EVN 这几家公司。那我们可以看到黄色这根线呢，就是 RMS 现在的一个走势。那现在呢，它的股价我们可以看到是已经上同比上涨了175%了。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涨势呢是远比同行业的其他公司超过，像是 Zimbabwe 啊、Northern Star 啊、Evolution 啊这些这个同行业的一些公司的一个情况。那这个呢，就是我在这边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下介绍。RMS， 我看大家有问到说 RMS 现在有股评吗？ RMS 没有股评，我现在还没有写。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应该是我应该算是全网第一个介绍 RMS 这个公司的分析师吧。因为英文那边我还不知道有没有英文的分析师，我不知道有没有，但是中文的话据我了解应该我是唯一一个。另外一个刚刚的标题大家应该有看到，啪啪打脸的 AR 呢，是我一开始啊也是认为我觉得我自己会去抄底，并且呢我也是付诸行动去抄底了这么一家公司。虽然我的价格呢没有抄到半山腰上，因为我知道很多可能投资者价格甚至抄在了半山腰，18、17、16连着抄下来，对吧？抄到后面实在是抄不动了。那我呢价格是差不多是买在14、13块钱、15块钱都有买。但是呢我要说的是，我在13块钱抛买进去这几单呢，我在15块钱当天最高涨到15块钱的时候，正好挂单全部抛出了，那有一笔小小的一个收入。那最近呢我又入坑了，我忘了，应该很多没有跟大家介绍，我最近呢我又入坑了，差不多也是抄在13块钱。那目前的 AR 呢，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起名叫啪啪打脸。啪啪打脸是说呢，我觉得 AR 可能会反弹的比较厉害，结果呢反弹的没有这么厉害，而且目前情况来说在15块钱附近应该是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压力位，所以呢啪啪打我的脸。我觉得它的这个怎么说呢，整体的一个反弹力度啊不如我的预料，但是呢我在13块钱又重新入场了，在前面赚了一点小钱之后，从13块钱赚到15块钱一点小钱之后啊，我又在13块多一点入场了。那我这边呢也跟大家来报告一下。那 AR 呢，如果你现在正在持有的话，其实对于我自己来说，我为什么入坑，因为我觉得公司还是一个很好的公司，只是受政治环境的一个影响，所以呢我这个 AR 的话我还是会放在明年的一个观察清单里面。因为12月份的话可能不会那么快了，你毕竟被打过脸了嘛，左脸打疼了，还是怕这个右脸继续被打肿，所以到明年的话，我会继续在观察这个 AR 的这个情况。OK， 然后今天的一个内容的话，基本到这儿，9点了嘛，我就大概说一下澳币之后的走势吧。澳币的话，我之前的话，大家应该有说到我们这边短信的话，应该有看到，12月3号的时候，我发了一个朋友圈。我之前呢在连续的11月20号、24号、26号和11月3号的时候，连续啊是一直提示看涨澳币的美金，所以呢之后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价格也是如我所料啊，一直挺给面子，一直上涨，突破了0.74的价格。那我在12月4号的时候呢也是公开在朋友圈说啊，我未来呢是长中长线是看涨到0.76的。那今天呢正好 Jackie 我看也是做了一期关于澳币未来走势的一个广播节目，那我这边就不再多讲，其他的话大家也就可以去再跟我们了解。
NN 的话，我刚看到大家有问 NN 了。NN 的话，我在最近的一次抄底当中应该是非常成功的，可以看到有几个客户呢，在 NN 的一个阴跌的过程当中啊，一直在有问我说，哎，Coco 你还有没有持有？生怕我跑了没有通知他啊。真的，就是因为 NN 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年的一个大跌过程中，还是有一段时间阴跌的是比较猛的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阴跌的还是比较猛的啊。那在这一段期间呢，也有不停的投资者来问我说，哎，Coco，你还持有吗？你对它怎么看？我觉得可能他生怕我跑了。我说，哎，我没跑，我没跑，我一直在微信里面说，我说我没跑，你看我有在挂单，我有还在买，对吧？那结果呢，NN 也是非常给面子啊，我挂了0.05 A，正好买进了，就在这个最低价。那最近呢也是非常的给面子，一路狂飙，目前呢快要到7块钱了。那因为呢，我呢现在对它判断，我个人认为它目前比较强的一个压力位是会在7块1、7块2左右。你看到去年今年吧，对，今年它的最新高价格是在7块6。那因为在前两次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7块2左右的之间有一个跳空高开，那这两次呢也是在7块2左右的一个价格触到刚当时的一个压力位之后呢，就开始连续下跌了。那如果我们再把去年的一个走势我们再拉开，我们可以看到在7块1、7块2左右，确实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压力位。所以在6块9的一个价格呢，如果啊大家手里有比较多的内的话，不妨呢，当然我只是给一般性的建议啊，具体给大家进行参考。不妨呢，如果你的现在是重仓 NN 的话，不妨呢在7块钱左右，先抛出，对吧？那之后具体能不能突破这个之前的压力为7块钱呢？我们先静观其变。OK，这个呢是 NN 的情况。那我这边的内容呢，今天就到这边就结束了。然后时间也已经过9点了嘛，看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我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解答。OK，我们看到说大家说 CoH 还看好吗？看好啊，看好。CoH 我还看好的，我对他的态度我还是跟CSL 一样，而且我现在有买了一点点的 CoH，买的没有很多，但是有参与一点点。你有看好吗？你有看好啊？因为 NIO 的话，当然 NIO 像我这种小股民啊，我就买不起，没参与到这个市场。但是呢，我最近有去买了一家比 NIO 要便宜的多得多的另外一家EV 的一个 electro vehicle 的一个公司，也是在美股里面，但是因为是小公司，所以呢，我这边就不再多说。但是目前的话，根据目前的一个收入情况来说，我觉得当时我的这个决定还是没有错的，就是大胆的杀入这个 EV 这个行业。刚刚那个金矿股叫啥？金矿股叫 RMS，就是 tick 就是 RMS，叫 Remulus。能把刚开始时的股票清单再发一次吗？可以啊，您是我们这边客户的话，我明天会把我这次网课的一个 PPT 发给 Vanessa 小助手。那我到时候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问小助手来要。我们这边看，请问 RBL 圣诞节前还看好吗？RBL 应该是我们公司做不了的一个相对小的一个零售公司，是不是叫 Redbubble？那这个公司我之前也有大概去看过，没有去下手的一个原因啊，当然可能会被打脸，没有去下手的原因呢，是因为我手里还是持有了像是 Cowen 啊这类的公司，因为行业有一定的重叠嘛，所以我就没有去买入。但是整体来说，Redbubble 我大概看了一下它的网页，还是比较新潮的，有卖什么印刷的杯子啊、T 恤啊这一类的。所以说，如果你手里没有其他的，像是 Cowen 这一类的话，RBL 也可以大概再看一下。行 因为其他的问题，我看，因为在这个讲的过程当中，我都基本上做了一个解答嘛，包括大家说的这个 NAN 啊、K Cowen 啊、A2 啊这些，我都有跟大家在讲的过程中来进行解答。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样，因为9点10分了。如果大家有其他的问题的话，也可以欢迎啊，在明天的时候上班时间呢，来跟我们这边联系。那今天晚上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一次这个活动或者直播再见，好吧？那大家晚安。